Good morning, Jesus。耶稣教堂的姊妹，大家嘛够早。会使去荷兰萨克州来看，可能到耶稣第三章第三节，你明显是基督的皮，借着阮所受食的，毋是用目水写的，乃是用应生上帝灵写的，毋是写伫石板顶，乃是写伫心板顶。读上帝话必须用灵来读，因为上帝是一个灵，拜伊的人嘛必须用心灵，甲诚实拜伊。这就亲像咱甲咱所亲近的人，咱的爸母、儿女、翁仔某中间的对话，有当时迄个对话无太注重着头脑会当明白领受偌济，反倒等较济时阵，拢是一个情感的接受甲作用。咱彼此中间用着情感来讲话，彼此中间咱会当了解心灵上知影对方的心思甲意念。同款的原则，咱咧读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咱有当时毋是注重伫咱头脑中间会明白研究，也是伫迄个所在看原文，那是伫灵的内面要安怎来亲近上帝、认捌上帝，会当明白上帝伫咱话嘛中间的作为。这就产生一个囡仔，伊有当时做毋到代志了后，哇！伫外口面去共拍破玻璃，对方出来吼你，去煞甲骂一摆了后，倒来厝里阁互爸母骂一摆，即、这个囡仔互骂两摆吗？其实伊内心中间迄个灵的感受是无相像的。外面迄个主人甲伊责骂是一个受气，爸母甲伊责罚的过程的中间，是希欲是借着教育，希望伊会当来知影安尼做会毋对，并且知要安怎来做改正。所以伫安尼时阵，咱就看见电，若要入来到伫咱的内面的时阵，就需要有天线，嘛就需要有地线。同款的，要主的话进入到伫咱的心的内面，嘛需要这两条线。地线就是适合好好读圣经，天线就是圣灵的感动。所以，咱从这两条线通到伫咱心内面的时阵，咱每一日，咱对着上帝话，才会当有感受。今仔日，上帝已经通过着耶稣基督伫你内心中间，每一日通过着 Good Morning Jesus，每一日通过着读圣经，互你会当明白伫伊伫你话命中间的作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知影是应生上帝的灵所写的，伫咱的心板顶。你有感受到无？咱来祈祷，特别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通过你的话，每一日对阮讲话，不但互阮会当明白，并且阮知，阮的人生在乎伫你。恳求你继续锻炼新的一日，帮助锻炼阮的兄弟姊妹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十分祝福你，甲你的一家。